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再次光临 NVLM 频道。今日继续同大家分享刘克孙的演艺人生。今集将会由1959年开始讲起刘克孙拍过的电影。1959年刘克孙拍摄过的电影包括文天香、三戏文天师、千金小姐、含笑饮砒霜、花开并蒂莲、琵琶巷口故人来、汉女精忠传、汉武帝梦回为夫人、龙宫望驸马、凤竹消残泪未干、六月雪、桂枝告状、黄宝钏、独虎点天灯、龙凤喜迎春、三女性、宝儿孝祖救相亲、女黑侠飞鹅岭救夫、折虎审贪官、紫母桥的上集和下集、神灯换太子、二犬神童、万劫孤儿、双飞蝴蝶、关东三女侠、武林十三剑的上集和下集、仙笛神龙的下集、夜夜杜鹃啼，咁呢个已经是1961年噶啦。一剑九连环、母爱、追魂太极镖、杨门女将告御状、拉车行大运、雷克枪案之血影惊魂、小侠白金龙、儿女情深、侯门怨、白门斩女报、孤儿救祖、女飞侠红姑、女侠草上飞、万里寻亲记、丹凤屠龙剑、飞天小侠、红炉火、武林十三剑的下集、天山龙凤剑的上集、天山元女、怪侠金丝猫、罗刹娇娃、天山龙凤剑的下集、汉宫英烈传的倩女情侠的上集、七凤斗魔龙，这套就是1962年的了。1962年就还有隐形女侠、天山神侠、神眼峨眉寻太子、双剑神鞭侠、富贵荣华第一家、红孩儿、兰精闹阎府、望娘滩、木偶公主、一笑倾城、八大女侠闹江湖的上集、仙鹤神针大结局、恩重如山、八大女侠闹江湖的下集、多计姑娘、魔影惊魂、
大小黄天霸、黑衣小皇帝、红梅仙、借尸还魂记、横扫江南七霸天、飞天雷震子、夜夜望娘归、红宣娇、峨眉三剑侠、秋香院的下集、小薛交举尸官土、车底惊魂、探花夫婿状元妻、真假小侠红蝴蝶、一曲琵琶动汉王、春满帝王家。咁跟住就1963年，63年就有血洗蝴蝶镖、痴女闹京华上集、痴女闹京华的下集、漓江河畔血海愁的上集和下集、血滴龙凤杯、二郎神羊剪、刀剑缘的上集、龙虎三女霸的上集、猴子兵华山救驾、金锁匙、炮山神鹤剑、元女复仇记、白猿太子、阴阳挨会武、大合金葫芦、红线女夜盗宝盒、半剑一灵的上集、乱拜石榴裙、半剑一灵的下集、龙虎三女霸的下集、火烧紫灵宫、贤妻良母、天字间谍网、万恶淫为首、霹雳金教剪。好，今日同大家分享刘克轩的演艺生平，分享到呢度又唞唞先。喜欢这条片的朋友，请大家留言、点赞、分享，亦都希望大家多多订阅我们的阿 N 与阿 M 频道。下一集继续跟大家分享刘克轩的演艺人生，就将会由1964年开始讲起。好，拜拜。